非洲友邦布吉纳法索与我国断交，晚间蔡总统紧急在总统府发表谈话，谴责对岸。今天我们与布吉纳法索正式断交，中国这一连串对我国的外交的打压，充分显露出中国的不安与缺乏自信。不要告诉国人同胞，中国的这些去我国主权化的蛮横的作为，已经挑战台湾社会的底线。我们不会再忍让，又是断交，又是不让参与 WHA， 大陆打压台湾手段接踵而来，不再忍了。现在陆委会也要做出反击。类似这种用商贸名义来台驻点不在少数，因为还包含各种商会在台办事处，或是以社团名义，教育也有。像是在高雄就有一个台湾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这些都将列为陆委会扩大查办范围。现在民进党政府已经完全是绿色恐怖哦，只要是两岸的交流或者是跟大陆友好的团体，如果连现在都要这样子去做议题的处理的话，那只会让人民更反弹了。全面清查，蓝委批评有必要吗？陆委会会这样大动作，其实也不意外。毕竟当布吉纳法索与我断交时，总统召开记者会，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就站在后头，内部没有办法团结，也代表早就在掌握讯息进行通盘考量。但这阵子陆方对台施压动作实在不小，总统蔡英文26号接见美参议员，也重炮批评。甚至强迫有一些国际的公司改变他们对台湾的名称啊，那这些粗暴的政治动作都显示中国正在改变两岸的和平稳定的现状。好，来，观众朋友可以一起数数看，他说了几次中国。各位国人同胞，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今天我们与布吉纳法索正式断交。包含前阵子与多米尼加断交，中国这一连串对我国的外交的打压，充分显露出中国的不安与缺乏自信。而这样的不安与缺乏自信，是来自于这段时间以来，台湾与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经济与安全层面上有更多的实质关系的进展。中国的打压，不论是军机绕台、断我邦交国、强迫国际企业更改我国名称、杯葛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甚至连其他国家民间的儿童绘画活动都遭受到粗暴的政治干扰，越是蛮横的行为，越激发国际的反感，也更强化他们对台湾的支持。这次 WHA 得到有史以来最多国家的声援，就是明显的例证。不要告诉国人同胞，中国的这些去我国主权化的蛮横的作为，已经挑战台湾社会的底线。我们不会再忍让，只会更加坚定决心，继续走向世界，继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经济与安全层面上建立更多实质伙伴关系，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我也要正告中国政府，这些作为无助于两岸关系，无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更无助于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面对台湾与国际社会在各方面实质关系的进展，中国对台湾在国际上的打压是可以预期的。对于国际伙伴长期以来在国际上持续深化与台湾的实质的关系，我们由衷感谢。我们也承诺这种实质关系只会持续强化，绝对不会退缩。我也要在这里重申，台湾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竞逐，但对于坚定与台湾站在一起的友邦，台湾人民衷心的感谢，也一定
会全力帮助他们在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玩弄金钱外交，承诺巨额的金钱向许多国家拉拢关系，这种手法已经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当的干预跟缺乏诚信有更深的不满和疑虑。我要再度的重申，中国的打压只会让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更加的紧密，我们绝不退缩，谢谢。哇，蔡总统毛起来喊中国跟台湾，讲了12次中国，11次台湾，要帮台湾证明。所以正经看民视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加码，以后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来宾，只要讲中国大陆跟大陆的，下去都没有车马费了，就当本集当成一。当成一言。好，我们来统计一下啊，在这一次布吉纳法索断交的时候，总统的确说中国说了12次，台湾11次，讲要帮台湾证明。所以正经看民视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加码，以后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来宾，只要讲中国大陆跟大陆的，下去都没有车马费了，就当本集当成一。当成一言。好，我们来统计一下啊，在这一次布吉纳法索断交的时候，总统的确说中国说了12次，台湾11次，讲。